海岛最强摇车主播。是车，还有铃，还有铃铛。我最近车还有铃铛，兄弟们，给你们听一听。虽然声音没那么大，但是有，好吧。我去把人给撞死。看你能不能把人撞死。我来了，人哥哥。剁。我操，不行。不行，撞不死，速度起不来，撞不死。臣妾做不到啊。比他们的吉普还快、哎，你说气不气？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嗨，哥们儿，嗯，哥们儿，骑自行车吗？哥们儿，我自行车都可以爬坡。哦，别打。别打我的车，你砸我的车，我就这一个载具。他无敌的。嗯。没耐久，你打船啊，打不过的。是的，他没有耐久的。耐久他怎么敌的对象？靠，真牛批、啊！而且你知道吧，这车不管你开的怎么不好，你看，比如说你开的不好，他都不会倒，他不会倒，兄弟们，他不会倒，你看多么的稳健。这小坡给你爬的，不比吉普强，那吉普都爬不上来，就这坡，你看。轻松，轻松拿捏，好吧。比如说那种，我想，刚说完，好打脸呐、啊。你们知道那些地方吧？就是比如海边，嗯、海边有个车呢，我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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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车。停在这不动呢，它都不会掉下去，知道吧？就这么牛皮，你看我停。你看我停，稳健，车如其人，一点都不科学，它一点不往下滑。这么高的塔，哪个老六看了不兴奋？真牛啊，还没了。就这个顶上，这个下个赛季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在这遛人吧。啥大门啊？没事，我抢！救命！火箭上面上不去的，那上面上不去的，那上面。老六岂是轻言放弃的？奥利给！你上不去吗？本人有幸现场亲眼目睹火箭升空，要发射火箭了。不要靠近他。火箭升空会掉东西吗？会掉物资吗？嗯。这就完了，他升个火箭就完了。你别跑、啊。对呀。我以为会送个男朋友，最后来浪个漫吧。给你。哈哈，他也不给咱俩掉点什么东西，这就是服了。